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他这款是什么内衣？这款是什么内衣？”哎、欸，他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吗？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Anyway， 今天呢，等一下，下一款呢会穿着是我们的铂金蕾丝款的两位模特，是我们的小慧跟 Emma， 请大家敬请期待了，好吗？比大小，比大小，没错，就是比大小，这么简单。但我跟你讲，一个比大小的游戏含蕴藏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存在。你去玩，你就会体悟到了。OK， 我们来试看看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就要邀请大家跟我们的嘉宾来一起试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再邀请这位大哥，我们再先示范几遍。我等一下我们嘉宾到，我希望嘉宾进来。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再一起 ，OK 吗？等一下让你，还是你先练习一下，看时间。你先甩，你先甩。对吧？蕴藏的很深，人生道理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一点就输了。一点就输了啊！说不定我会甩一点。好。